就真的眼睁睁的看着大嫂去送死吗？我们把她接回来吧。是啊，妈。爹。爹。你是怎么管的家？出了这种丑事，我看你怎么向我们吴家的列祖列宗交代？当初选中婉欣的是你，夸赞婉欣的也是你，现在婉欣让我在整个家族蒙羞，都是你。妈又不知道是婉欣装的小脚，要怪只能怪婉欣，她把我们大家都给骗了。小斌，现在婉欣等于已经死了。婉欣已经拿他的命抵罪，我们还要求什么？婉欣，干嘛呢你？婉欣，哎，你站住！行行好，行行好啊！让我看我女儿一眼。你女儿现在是看押的犯人，任何人都不能接近她。我是她妈，就是进监狱的人也愿意探监吗？啊，我怎么就不能跟我女儿说说话呀？啊，我说不能进去就是不能进去，你把嗓子喊破了也不让进去。我求求你们，你们好，我给你们磕头，我给你们磕头，我给你们磕头。哎，老太太快请起啊！你看，你这不是折磨的杨树吗？哎呀，您呀，就别再难为我们了，今儿我连个品定不能进呢。再说了，我们今天为您好，假如您进去了，你中了气毒，我们担待不起啊！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愿意跟我女儿一起受苦。这是族里的规定。再者说，叶婉欣现在是犯人，别说是你，就是吴家人也不能进去。是啊。哎，怎么进？婉欣。娘害了你啊，娘对不住你，婉欣，娘有罪，让妈来承受吧。娘来陪你了，娘，放了我，放了我，我死也要跟我女儿死在一起呀、啊。婉欣，娘，你好好的，你别担心我，我挺好的。婉欣。我就在这待七天，七天七夜以后我就没事了。娘，我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你别担心我。保佑婉欣，保佑。他是不是就可以避开这场灾难？我救婉欣，我救他。
救婉琪，让开我！你让他打你的，吴家少奶的名是你要的吗？就是，乖乖的说句没事，要不然抓到组长那儿，那你和他一起死！放开我！我打你！打打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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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少爷，带我去。哎，婉心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太太，太太，不好了，陆深把大少爷背去七树林了。太太，太太，出去，不要惊扰了菩萨。是。少爷还行吧，要不要我背你？不要，走，快点，快去救婉心。好，站住！冲进去！站住！组长吩咐，任何人都不能进这七树林。我是吴家大少爷，我要进去，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。哎，不行，大少爷，这是族里的族规，族人都必须遵守。我不是你们吴村的人，你们的族规也约束不了我。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。哎，这不行，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呢？如果今天被绑在里面的是你们的妻子儿女，你们会无动于衷吗？婉心她是无辜的，你们不能这么对她。如果你们要惩罚就惩罚我好了，我今天一定要进去。哎，不行，大少爷，组长吩咐过，我们不能违规，都有得罪了。你们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吗？放开我！我要去救人！放开我！不许动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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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许动！放开我！不许动！放开我！进去！放开我！我要进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人呢？哎，大少爷，你不能进去了！坏了，七叔你气温那么重，大少爷身体又那么差，哎呦，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们怎么给组长和吴老爷交代啊？那赶快把他拉出来啊！要拉你去了，我祖宗三代都对这生气过敏。我可不敢进这七树林，那可怎么办啊？那要不去找组长吧，让组长来处理。哎，你俩快去吧，去把组长叫来。婉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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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婉心。婉心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胡闹！赶快让人把慧强叫回来。只怕已经晚了。你，这祖法大如天哪！慧强这么任性，你又不阻止他，你让我怎么向族长交代呢？慧茹、若兰，你们先出去，我有话要跟你们父亲说。哦。哦，你也怕在晚辈面前丢脸是不是啊？我怕丢脸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怕什么？告诉你，我忍很久了。我一个妇道人家在族里说话没有分量，可是你呢？眼看着婉心受重罚，不但不求情，还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我就是看不惯。嘘，嘘，你反了？我就是反了，我早想反了。婉心是我选的，她除了大脚以外有什么错？你说，你说啊！要怪你就怪我好了，她是我讨上门来冲喜的，又不是正房，只是冲喜的喜娘。哦，一双大脚就犯了天大的罪，非死不可呀！你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啊？那你把我休了呀！
反正我们女人永远都是没有地位的。你们男人在外面可以三妻四妾，我们就要一辈子遵守妇道。你们风流快活，逍遥自在，我们出了一点小错就往死里整。你们背叛婚姻，背叛感情，我们还要为你带大私生的孩子。你扯那么远干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我是为我们女人说句公道话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管了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没想到妈一发脾气，爹就没办法了。嗯。呀，哎，张总，张总来了。这组长呢？组长有事，派我来了。啊，你快看看，桂祥在里面呢。桂祥，赶紧出来！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我不，除非你们答应放开他。那可不行，我可不能为了一个人，坏了我千百年来传下的规矩。叶婉欣隐瞒事实，触犯族规，不能不罚呀！楚婉欣，他欺骗吴家所有人，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。他没有骗过我，我早就知道她是一个大脚女人，而且我早就认定，无论她大脚也好，小脚也好，都是我吴慧祥的妻子，都是吴家写在族谱上的人，我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伤害。已经一天一夜了。一个弱女子被绑在七树林里头，几乎没有了性命。如果你们要惩罚她，这样的惩罚还不够吗？我现在就要带她回去，希望你们不要阻拦，否则，请你们把我和她一起绑在七树林里。慧祥，你简直太糊涂了。身体还没恢复，七树林的味道又这么重，你受不了的。我都受不了，难道他受得了吗？我们是夫妻，他遭的罪我要为他分担，我更愿意带他受罚。如果你们不愿意放过他，那么你也不必管我了。我们夫妻两个一起死在这个七树林里，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放心，我一直陪着你，我不会离开你。太太，总长，总长答应放人了。哎，我总算没有白疼这个儿子。是吧？妈，我擅自做主接回婉欣，你别再责罚她了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呢？快，快扶大少爷回房休息。妈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婉欣，袋子呢？怎么还没来啊？已经去请了。快去再叫。是。婉欣。陆生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婉欣醒了，
我会告诉他的，好好照顾他。 陆生，我大哥跟你说过谢谢了吧？你真是个好人。上次你给我做完梳妆盒之后，就很久没来过了。最近府上也没什么活给我做，所以。谁说的？我那个梳妆想换一个，还有我那梳妆台需要修一修。四小姐，下次有机会，我一定帮你做。 幸亏大少爷抢救及时，少奶奶才并无大碍。我开几天药，静心的调养几天就会没事了。大夫，你确信婉心没事吗？对啊，她要是真的没事，为什么会一直昏迷不醒呢？少奶奶只是疲惫过度引起高烧，静心的调养就会康复。可是她，慧祥，你不用担心，婉心她几日天下不会有事情的。 这是我开的药方，您吩咐下人照此抓药就可。啊，谢谢先生了。啊，大少爷，您也请卧床休息，过度的劳累也会影响您的康复的。我没事，我一点事都没有。那我告辞了。莲儿，宋先生。妈，现在是两个病人，而且。 怎么了？发什么呆啊？你看看他，他倒是因祸得福，现在全家的人都挤到他那儿去了。这个女人的命还真大，贱命一条，这么折腾都死不了。这话别到外面去说啊。我憋不住嘛。我觉得你应该去他那儿看看。什么？ 你让我去看他，亏你讲得出来。你又不懂事了吧？这种时候你要不出现，妈会怎么看你？做人要会见风使舵，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啊！你想让全家人都怀疑是我们告了密啊？妈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。<笑>师父，师母。 陆生，婉心已经没事了。你是说婉心？吴家大少爷冲进戚树林，把婉心接回了家。吴家还给婉心请了大夫，他现在。
只有这样你才能好起来。都免了。哎呀，今天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太太，有什么吩咐尽管开口。哎，都怪我们对婉欣照顾不周。七叔离世，现在有了后患了。慧祥发现婉欣中了七毒，全身都是红斑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啊！太太，您不用着急，这不是什么难事。哦，真的吗？我跟七呀，打了几十年交道，这算什么呀？只要弄几斤新鲜的螃蟹，剁成沫状，糊遍全身，不出两天，保证种销震退。螃蟹，缺德师傅，这个时令到什么地方搞螃蟹去？你这不是为难太太吗？就是，我说缺德，现在哪里去找螃蟹？你进出去馊主意。哎，麻子，我可没说错，七毒这东西只能用蟹疗，太太。这个药方早在《淮南子》中就有记载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相信你的偏方一定是好的。可是现在这个天气，我们到哪儿去找螃蟹呀？太太，那个樟木很香的，弄成那个爆花，哎，还得找那个新鲜的。哎，太太，他是说啊，用樟木的爆花煮开水，用煮过爆花的水擦拭七毒，七毒就慢慢消失了。对对对。爆花，对，太太，这个法子保管有用，就是每天的现砍樟木，现爆樟木的爆花，现煮爆花的水，只要一切都是新鲜的，很快就好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相信你们师傅说的自然有他的道理。老张，快，马上请陆深进府。你们都要快点，赶紧把这些爆花拿到厨房去。太太，什么呢？在这指手画脚的？没有，我让他快点干活。都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太太，都准备差不多了。陆生，这次又要麻烦你了。太太，您太客气了，为吴家做事儿是我应该的，更何况是为了少奶奶。婉欣，你不能这样。婉欣，婉欣啊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能乱抓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，她不停抓自己身上的水，怕我摁不住她。我来。哎呀，你的身子本来就虚弱，怎么还能有力气抓她呢？灵儿，快去找个绳子来。绳子？还杵在那干什么？快去拿。婉欣，婉欣，你不要动啊！婉欣，你看看她，现在又弄出个什么七毒的毛病来了。全家人都围着他闹哄哄的转，哼！你说，这个时候，我是不是也该过去表现表现啊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哎，哎，绳子，婉欣不要动！怎么了？怎么？我把他捆起来。痒死我！太太，就是用爆花烧过的水，已经凉了。哦，来来来，我来跟婉欣擦身上。一会儿，把婉欣送到我的房里去。一屋子两个病人，谁又能照顾谁呢？妈，慧祥，妈你还信不过吗？七天以后，保证还给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婉欣。
刚才啊，真像演戏，夫唱妇随。嗯，这戏才刚刚开始，你还得接着演啊。婉欣，婉欣，你怎么了？婉欣，不要乱抓！婉欣，婉欣，你不要乱抓，不能乱抓！婉欣，你不要乱动！妈，哎，我来，秀萍，快来，快来替我把他绑上！莲儿，快，别走，别动！哎，别抓，别抓，不动！婉欣，快，痒，快快快，痒死！哎哎。起来吧，他得让你过去呢，快点！看你把我那份上手锅都抢了，现在想拍喜羊马屁都拍不了了，你呀还得继续去。我是看妈太累了，于心不忍。好了好了，我换好衣服就过去了。那好，我先去了啊，你赶紧过来。哎呀，我这是自作自受，自找苦吃。蓉儿。四妹，二嫂，怎么照个镜子也照得这么出神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可看得一清二楚的。也没什么特别的嘛，怎么就那么爱不释手呢？这个做工好啊，做工好，我看未必吧。是做的人好。
会的，妈。菩萨会保佑你和婉欣的，你们都会没事的，一定会健康快乐的。妈，谢谢你啊。干嘛说这种见外的话？我一直都能体会到你对我的心，我会永远都感激你的。傻孩子，我是你的妈妈。是比我亲妈还亲的妈。我最近忙着家里的事，又忙着照顾婉欣，恐怕对你们的关心不够。秀萍呢也够辛苦的，帮着一起照顾。妈，这是应该的，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。好了好了，妈，你就放心吧，就别为我们操心了，照顾大嫂要紧啊。若兰这一句大嫂叫得好，我也正想跟你们说说这件事呢。婉欣嫁到我们吴家也有一段日子了，她对慧祥的好，我是点点滴滴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大脚事件族里已经惩戒过了，希望不要影响到你们对她的看法。其实也是我的疏忽，一直没有给她一个名分，所以在称呼上难免是你们觉得困扰。妈，我早就觉得该叫大嫂了，就是一直没敢叫。慧俊秀萍，哎，从今天开始你们也要尊称婉欣为大嫂，这是最起码的礼数。知道了，妈。至于家里的丫鬟小子们，莲儿，你交代下去一律尊称婉欣为少奶奶。是太太，为什么不叫大少奶奶啊？妈的心思是替大哥考虑到今后的正房，大少奶奶这个称呼还是得留着的，是不是妈？先这样吧。婉欣，你醒了。太太，别乱动，你的身体还没好呢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你是在我的房间里啊。我怎么会在您这儿？这样我才好照顾你。婉欣，你受苦了。太太，对不起，让你受累了。只要你的身体能好，这点累算什么？你对我太好了，我当初还骗你，真是不应该啊。都是自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婉欣，慧祥说的对，大脚也好，小脚也好，都不是衡量一个人品行的标准。你虽然是一个没有裹脚的农家女孩，可是没有你，慧祥的身体就不会好转。没有你，她也没有勇气去好好的生活。只有看见现在的慧祥，我们才有希望啊。高兴了，你看你现在面色红润，美得像桃花一样，真的，要是大少爷见了肯定喜欢极了。
你们都在笑话我。婉欣。妈，您还真的打算给大哥娶个正房吗？婚姻大事父母做主，由不得你愿不愿的。你现在还在下药？我早就不下了。慧祥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，慧祥！最多不过吃了点牛黄，又不是砒霜，怎么可能死呢？马上回房收拾行李，离开吴家吧。我无福消受你这样的儿媳妇。爷，女儿，你。只会默然，回娘也苍茫，一腔隐隐血，染红嫁衣裳，路尽头孤身只影伴残阳。欢羞，语言不详，下一